今天很香哦。今天是来到乐天的春训日，哇，几乎每个女孩都到。你们两个真的跟乐天很不熟哎、欸，好烂哦，好烂哦！你们真的很糟糕哎、欸。那你刚才出来吗？我不知道谁啊。那你还敢说我们？这是石原吗？你怎么看出来？没有，我胸不能打。他们是我们今年2024新进的学妹。你的号码6。真的，你是什么五五对不对？我是一，因为我叫尹轩。想到这，我就在想，超人选八七。其实有，其实一开始林香的时候想选八七，真的。然后他被我们上一个经纪人阻止了。他是那时候觉得八七很好笑，他就霸气的香茗。哦。